签个名。这里对。昨天你跳的好棒啊！昨天我跳的很棒，我很不好意思。不会啊，没有跟大家练啊。这边帮我坐一下，签个照。来，好，谢谢。事情要跟你们说，就是叫什么名字？哎，李正元过来啊！哎，这个第一个，那车号你有吗？他当然有。OK。 啊，你要坐过。没有，他停。不要在这里啊！Sorry。没有，我直接这个地址，这边有两个，我直接帮你写。好，好，那他就可以去那个折回。还有一个，我们就是会跟上次一样，我会拍照，所以这要请帮我们签个名，然后我们之后再传给你一张。这也是你的名字。来，好好，坐中间好不好？啊，不用那个彩色炫灯。对啊，想说玩一下。拍照会变成老人家脸上都会有。没有，我待会会换白灯，对对，上面这个白。哦，对上的白。对对对。那你会直接把它固定好？对，我会固定好。所以现在要固定。对的，你一定要固定好，没关系。我怕等下。哦 ，OK OK。拍照录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拍 party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是。今天刚是同学，搞定，算是同学，同一届的，同一届，对对对。你知道哪一系的？我已经毕业了，图文传播学系。哦，图文传播，对。你好，摸摄影。对对对，他们就算做，他们算哪一系的？而且我也不知道，我有一张名片可以给你一张。主要就什么都有做啦，哦 ，OK， 啊，也有在做 YouTube 影片这样。我知道你有开台啊，对，算是啦，真的。只是最近要去讲什么，就摄影啊，不然我还可以讲什么？不然我还可以讲什么？参考一下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我叫 Luke， 你好，你好。没有名片，没有名片，现在已经很久没用到名片。对啊，我有粉丝页啊。行啊，行啊 ，Luke， 待会好，没问题。只是最近要去当兵，真的？对啊，所以可能会消失一阵子。不错啊，去当摄影兵。没有没有，真的吗？正常正常而已。对啊。